下面介绍浩康牌塑胶运动地板不干胶带的粘接方法。粘接材料：单面、双面专用不干胶带。这是双面不干胶带，它的优点是粘完以后非常平整美观。这是单面不干胶带，它的优点是粘完以后随时拆装，随时卷走，地面不留胶的痕迹。此方法适用于乒乓球、羽毛球、排球、健身房等地面。优点是拆装方便快捷，铺完即可马上使用。缺点，高强度的运动项目不宜长期使用，使用时间不超过3个月均不会出现问题。乒乓球健身房可长期使用。具体施工方法，将展开和好的浩康地板按先中间后两边的顺序，从中间其中一个合缝处翻开其中一块地板的1/3，把不干胶带放在掀开的浩康地板下面，压住胶带的一半，把已掀开的浩康地板放回原位，压住另一半胶带，从胶带任意一头把盖胶纸从合缝处拉出，踩实合缝即可使用。